今天凌晨三点多，新北市汐止康宁街一处工地发生了一起公安意外，一名在施工的工人不幸遭到铲装车碾毙。最新的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见，铲装车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名男子，就这样倒退撞了下去，男子当场倒地被轮子压过，最后伤重不治。事发当时，这里正在进行路面修复工程，警方已经拉起封锁线，全案目前是依过失致死罪嫌在侦办。